很安分。好了，比赛马上开始，开闸了。开闸之后，我们看到在最外档的这个十四号马卡尔顿街头是率先冲了出来。当然，林俊飓风也是不甘示弱。比赛开始之后，所有的马匹速度都很快，而且我们看到开场之后有一位其实是掉马了，希望也他没有问题。我们来看比赛继续。那么现在林俊飓风、包括腾辉霸王、富安风云还有和谐是排在了第一集团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六号马肖宇已经是处在了领先的位置。当然在他旁边二号马腾辉霸王速度也是不慢，双方在大概在 0.8 个马位左右的差距。那么在他们身后呢，林俊飓风以及卡尔顿街头都是没有差的很远。这个时候呢，肖宇是继续领先，比赛在直道进行，各个马匹是依次排开。那么在第一集团是肖宇，在他后面的是腾辉霸王还有卡尔顿街头。当然那么十二号马永强顺风的速度也不慢，永强顺风大概和腾辉霸王几乎是在同一个档次，落后 0.5 个马位左右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林俊飓风速度也加了起来，目前呢、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，肖宇还是在第一领先的位置，腾辉霸王在第二，这两匹马是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。那么排在第三的永强顺风还有林俊飓风这两匹马的位置随时在改变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号马和谐也赶了上来，和谐的速度很快，马上就要出弯道，和谐的速度很快，我们看能否超越对手。目前肖宇还是在最前面，进弯道之后和谐已经冲了出来，和谐超越了所有的马匹，大概在两个马位领先的优势，最后300米250米的距离，和谐的领先优势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。这个时候还有200米不到的距离，150米，和谐的距离和后面的距离越来越大，100米，和谐没有任何悬念。这个时候唯一的悬念就是到底谁能够第二个冲过终点线。好的，和谐率先冲过终点线，第二位应该是富安风云。